这个是正统宜兰的樱桃鸭，哦，那它水质水形清澈，说让我们养出来的鸭很肥美，再加我们烤起来的皮很酥脆，好，这个肉质很软嫩又多汁，所以等一下我们开始帮你们做片鸭秀哈，谢谢。 忙进忙出的廖坤手，连上菜都不忘前来跟客人说明菜色，只为让前来的游客能好好细细品尝在南投难得吃上的樱桃鸭。我们导进宜兰的正统的樱桃鸭进来，那我们也做出调一些所谓的果香的风味酱的部分。樱桃鸭本身它的特色就是我们的汁多软嫩，琥珀色的外皮油油亮亮。 扒在鲜嫩汁美的樱桃鸭上，吃起来皮脆肉香，肉质肥美又细致。我们的樱桃爱大米，为我们特调了我们的风味酱，吃起来非常的爽口，而且完全不会觉得腻口。有了樱桃鸭还不够，在饱满的米饭上淋上一层特调风味酱，最后覆盖上鸭肉片，一端上桌，便被一扫而空。 我刚刚吃这个花生鸡啊，我不知道是怎么做的，口感很特别，有蛮浓的花生的味道，就吃起来很好吃。还有这个炸虾，我也觉得它非常好吃，口感酥脆，然后又很特别的味道，我很喜欢。在吃这金丝鲤虾上面的时候，酥脆加上那个海鲜的香味。 然后再加上焦糖的香味，所以你会觉得这道菜非常好吃。你会觉得你是在海边吃东西啊，因为它这个东西真的很新鲜。有了顾客们一句句屡屡的肯定，这让廖坤手过去身经百战的料理基本事重新又拿了出来。而这次他要给饕客的可是不一样的烤鸡。我们帮你上一下我们的那个牛二两苹果鸡。 全天然苹果的，都是水果，你们没有任何的中的中药材，所以很建议吃看看。好，我们先吃，可以先赶快趁它热，趁它脆皮的时候，先让它醒假，安尼好不好？我们总共有三种水果下去做熬制，好，那会让它能够入味。我们的特调的牛二两酱的部分，鸡外皮本身，还有我们它的鸡本身的内部。 所以，当它烤起来的时候，你们会闻到一个很香、香气很浓的牛二两风味酱。我们的西班牙花生酱炖鸡，它是属于我们的异国料理，在它咸与甜的综合，能够达到让我们鸡肉本身能够发挥到一个极致。它这个肉呢，它里面就是吃起来它。 有包裹的那个酱汁的口感，所以我就咬下去的时候会有，就是嘴巴里面都是肉和那个汁的感觉，我就觉得很好吃。这豆腐好吃的地方呢，就是它其实外面呢会有点酥酥的，那因为它的豆腐里面呢是很嫩的，所以我觉得它很好吃的口感。它这真的是很可爱，然后很可爱，它里面呢还是芝麻的，因为我觉得它的芝麻真的是很好吃，它做的很好，但它也不会算是太甜。这里的菜色口味丰富多元，有鸡有鸭。 包山包海，若想来点不一样的，每到异国料理餐点，确实在这可抢尽了不少风采。北欧千岛卷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中卷调一个果香酱，整个综合起来，我们的海鲜的部分啊，能够吃到实际上是属于野生，然后活跳跳的，然后最新鲜。能在南投当地深耕多年的廖老板。 靠的其实就是食材新鲜，用料实在大方，不仅屹立不摇，还吸引了一大票忠实的饕客粉丝来捧场。我们在紫兰根屋这边落地生根也好多年了，我们为什么用健康，再加上美味去做导向？我们的酱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不含新香料，我们不有任何添加物，我们。 都是以各种水果，让它去发挥，能够导出它酱料的特色出来。为了挑战老饕挑剔的嘴，特别选用最天然的原料画龙点睛。即便身处在一级的美食战场上，廖坤手说他只想把一件事情做好。我们更专注在说餐饮本身的品质。 及我们的服务的部分，那更在我们专利在所有的食材的新鲜度跟健康的导向的部分，在食安跟我们的食材跟我们的所有的卫生的部分，必须要严格加以把关，以保障我们所有的消费者食的安全。
打造出一个全新的用餐环境及休憩空间，是廖坤首想到能最直接给客人的体验。希望来到南投游访的所有旅客，享受山林美景之余，还能一品在地的美食佳肴。